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十四战争模拟器，这里是粉丝想看，灭霸对战霸王龙。好的，这一次我们第一次就出动50只霸王龙，一个灭霸能打赢他们吗？拭目以待，走。好的，战争已经打响，呀，看来灭霸还是非常强势的啊，恐龙相继倒下，啊，倒的速度还挺快，哎，灭霸就是不一样，灭霸已经被恐龙埋在里面了啊。哇，有一点六，有一点六啊！看一下，不是吧？他的血量基本没有动啊。那就是说，霸王龙破不了灭霸的防御。那么这一次我们直接上1000只，一个灭霸挑战1000只恐龙，看一下能不能挑战成功。那现在已经进入地图，等待兵种的加载。好的，已经出来了啊。一个灭霸对战1000只恐龙，开！恐龙倒下的速度非常快啊，这1000只我看也要播放很久，所以说我们两倍速播放，走！现在是两倍速加速播放啊，大家看一下这恐龙，不停的在这个地方倒下去啊，我感觉这里要堆成一座山，恐龙山。非常壮观啊，非常壮观，就看1000只恐龙能否干掉这一个灭霸呢。哇，恐龙躺下的速度有一点快啊，看一下后面还有前仆后继的恐龙，霸王龙还是恐龙中的霸王龙哦。哇，现在恐龙已经损失了250只，相当于它的1/4，不知道我们的灭霸的血量还剩多少。哇，这次灭霸是要杀出一条恐龙之路，看一下啊，看见没？从这边延伸过去，全部都是恐龙，我都看不见灭霸到哪里去了啊！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恐龙马上就只剩下一半的数量了啊！不知道灭霸的血量还剩多少，加油吧，恐龙们！哇，恐龙们都在很整齐的摇着头啊，非常壮观。恐龙只剩下400只了啊！战斗马上要揭晓了，我们看一下太阳，太阳还在很高的地方啊，还没有下山，应该下山之前可以结束战斗，还剩300只，恐龙就跟吃了摇头丸一样啊，不停的摇头，吼吼吼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200，现在还剩下200只。好像最近粉丝想看的恐龙系列全部都是恐龙赢了啊，这次有可能灭霸赢了啊，还只剩下100只了啊，1000只的决斗马上就要结束。哇，堪比恐龙杀手啊，这个灭霸。哇，结束战斗，我们来猜一下灭霸还有多少血量啊，大家知道，我猜一半，看一下是不是一半。哇，比我想象中的扣的要多啊，这灭霸的血量差不多是1/3，那差不多1500只恐龙应该可以把这个灭霸干掉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点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